可以 demo 给你们看这个平台运作的样子啊，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你只要选择你要上传的影片是什么的语言啊，比如说我选择英文，刚刚那段是英文，然后呢我只要点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的 prompt 当掉了 ，demo 这个 notebook， 抱歉。I graduated from CCI with a LFA design degree, and I. 好，我现在就只要选择它是英文，然后呢，它的这个讲话清楚的程度，然后呢，我只要这个选择它的这个影片 ，OK。先把它提上，等一下。这马上就关掉。对，那这样这段影片呢，我们只要把它上传到云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对不起。没有连网路，对，总之呢，录完上传完之后呢，它哎，对不起，网路断掉了。